神之僵尸流让人类失败，南韩棋王第四战首胜。이일승은정말좀그전에무엇과앞으로도바꾸지않을그런일승정말값어치로매길수없는그런일승이아닌가정말기쁘고요对阵 AlphaGo 电脑城市连三败后，人类终于拿下第四回合啦！也难怪南韩世界棋王李世石昨天笑得这么灿烂。高手就是高手，除了获胜，他表示发现了疑似 AlphaGo 的两个弱点：如果执黑子，游移时间就会更久，遇到不在预期内的棋步就可能出错。他的第78手被称为神之一手，走了电脑没演练过的棋 ，AlphaGo不能跳过问题，运算出现混乱，犯下严重错误。美女骑士黑佳佳比赛结束前就po文预测李世石的胜利。有名的僵尸流，一块棋被吃掉之后还可以逆转，他走出他擅长的步调，以及三连败之后心理状况恢复了原样。Mr. Lee's incredible fighting spirit.That he was able to play so brilliantly today. AlphaGo 目前和人类对战的成绩是8胜1败。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会来第5盘，李世石还有机会再度证明人脑的能力。东新闻综合报道。